安平运河，在安平古堡那边，它附近有安平国中。哦，这附近的楼啊，遐大。这啊，早拢十二分啊，这啊，早拢袂当过来啦。安尼个哦。这在南平的手拄啊，甲村，村起来做五期中位。哦，遐做五期中位啦。嗯。对啊，啊，对这路要过，当去啊，义载金城安尼。嗯，啊，本来啊，桥桥佫讲起来咧，坐摩托迄条较近。好，迄条较近。这条先赶紧去义载金城。好好好。嗯。好，谢谢。